大家好，现在为大家表演青瓷壶冲泡普洱茶茶艺。火煮甘泉，孔雀开屏。就像孔雀展示其美丽的羽毛一样，我们借此程序向大家展示泡茶的精美器具。青瓷壶用于泡茶，公道杯又称茶海，用于均匀茶汤。品茗杯又称若琛杯，用于品饮茶汤。茶滤用于过滤茶汤，使茶汤洁净。滤架用于支放茶滤。茶道组其中包括茶则，用于量取茶叶及观赏茶叶的外形。茶钵用于拨取茶叶。茶夹用于夹杯洗杯。茶漏用于拓宽壶口，防止茶叶外漏。茶针用于疏通堵塞的壶嘴。这是茶筒，以上统称奇木六用。赏茶盒用于观赏茶叶的外形及干茶色泽。杯托用于盛放品茗杯。茶叶罐用于存放茶叶。茶船用于盛放泡茶所用的器具。茶几用于插拭滴水。随手泡用于烧水。鉴赏佳茗，我们冲泡的是产于云南省的普洱熟茶，其外形紧洁，色泽红褐，干闻茶叶沉香明显。温壶烫杯，用开水烫壶以提高壶温，再烫洗公道杯。
高山流水，用烫壶的水烫洗品茗杯。普洱入宫，将茶叶拨入壶中，投茶量约八克。百丈飞瀑，用高水流激荡茶叶，使茶叶上下翻滚，彻底洁净。游龙戏水，将第一道洗茶水直接倒入茶船，再洗鲜盐，再次用水激荡茶叶，使茶叶充分舒展。细水长流，以定点注水手法向壶中注水，尽量避免冲击茶叶，使茶汤更加醇滑。游山玩水，将壶底的水抹去，自有公道。将泡好的茶倒入公道杯中，均匀浓度。若称听泉，双手同时将品茗杯中的水倒入茶船，普降甘露，将泡好的茶汤分入品茗杯中，茶至七分，留得三分情谊。敬奉香茗。
品香审韵。拿杯时，我们用三指捏杯，女士可翘兰花指，男士则三指并拢，称龙回首。品字三个口，因此我们品茶时分三口品：一口润唇，二口品味，将大口茶汤含在口中，徐徐咽下，体会茶汤的醇华。三口一饮而尽，体味普洱茶的沉香沉韵。